市长、各位同学、各位嘉宾，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卫生福利部桃园医院小儿科主任李倩云医师，来到我们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学制裁竞赛系列演讲里面呢，跟我们分享有关医疗器材上面的这个创新。那李医师呢，是我的大学同学，非常非常优秀的大学同学。然后呢，他在念完台大化学系之后呢，又继续的这个从事医学相关的研究，到长庚医院，医学系毕业之后呢，接受了完整的训练，然后到了卫福部桃园医院的在小儿科服务，然后曾经担任小儿加护病房的主任，那目前是小儿科的这个主任，然后。大家应该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呢，这个第二波的专机呢，从武汉接回我们的同胞的领团医师，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防疫因子李倩云主任。那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当时的这个画面哦。武汉包机返台，13名医护人员随行前往武汉执行接回国人的检疫和医疗照护工作。其中，卫福部桃园医院李倩瑜医师也自愿接下这次任务。回想到过程一波三折，班机延迟4个小时，他坦言过程相当紧张，也不敢大意。穿隔离衣，全身包起来，还要戴一个面罩，穿了10个小时，入装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啊，每个都还。前往接机的医护人员穿戴全套防护隔离衣，10小时不能吃喝上厕所，尤其隔离衣十分闷热，但得全神贯注。除了协助返国民众健康照护外，也怕出现防疫破口。反正这个理由是不要分进去的。跟护理长细心讨论每个病例，这是桃园医院儿科主任李倩瑜每天的例行公事。这一次跟着华航第二批武汉包机返台，从早忙到晚，没有怨言。部里面有希望这些部立医院做一些特别的工作的话，我们都会尽量配合。一报名也算啦。华航武汉包机延迟4个多小时，李主任坦言这是最难熬的时刻。这个很漫长的等待，就比。非常深刻，因为你要能够穿个10个小时的防护装备在里面就非常的辛苦。但是我觉得在那里等待家属很有耐心的在那里等待，我都很佩服他们。就算热到满身大汗，还是要完成任务。这一次华航包机除了儿科李主任，还有2位医师、7位护理师，都坐在商务舱和经济舱的返台台商隔离。上机之前，我们都一定要量体温嘛，帮他们穿好隔离装备嘛，他们自己也要先填一下我们的一些表格啊。下机之后呢，就疾管署的也是有一堆一些检疫官在那边做一些仪表。在2批台商返台，除了疫情指挥中心的调度，还要有自愿的医护人员双双配合，把台湾防疫做到最高层级。三十网传陈佑荣桃园报道。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那我本身是小儿科医师，其实，在小儿科医师在临床上会遇到很多困难，最基本的就包括打点滴的部分。那小朋友的点滴其实难打，是因为他们的血管比较小，那而且有些小宝宝他的手掌啊或是脚掌，其实他们都比较厚一点点，所以很难打点滴的。那临床上呢，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叫舌灯的这个样子的一个仪器，可以来帮助我们去找血管，甚至也有一些血管的显像仪可以帮助我们找血管。可是血管显像仪其实临床用过人都大家都知道，就是它有很强的荧光，眼睛看到那个荧光，你不是很不舒服。哦，那有一些比较大件的仪器，比如说舌灯，哈，它是一个可以是硬式或是软式的一个纤维管路，那它可以经由这样子的操作，可以去找到我们的血管。可是这样的操作其实因为它的仪器比较庞大一点点。那在找血管的时候呢，小朋友不可能乖乖的给你找嘛，因为他会乱动，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方便轻巧的东西，可以同时固定小朋友的手，跟很容易找到血管这样一个仪器，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小小的东西，它可以容易呢hold 在我们的手上面，然后上面摆着小朋友的手，啊，打开灯以后就可以找血管。那基本上呢，大部分市面上的这样一个舌灯，其实
大部分的物件都会比这个大很多，而且它会连接一个有电源的地方。那连接电源地方呢，第一个会影响到我们在临床的操作。那另外呢，就是说，灯跟电源中间有一条线，电线，这个电线呢，很容易在你的操作当中，有时候用久了它就会断掉了，所以这个舍灯就不能用了。那现在这个舍灯呢，其实它第一个主要是轻巧以外，另外里面就是内建的一个锂电池。哦，那我们其实偶尔会在新闻上面看到，就是说，哎，我用一个类似像手电筒的东西去找血管，那找血管，找小朋友血管，找久了以后呢，它就过热，过热之后皮肤就会受伤。那这个呢，这个小东西其实它主要的灯泡是 LED 灯，而且它的能量很低，不会产生过热的情形。另外呢，它有一个安全的装置，也就是说你打开了5分钟以后，它会自动熄灭。另外呢，这个外表呢，其实你看到它都是很平顺的，可以很好的 hold 在手上，也不会有一种异物的感觉。那再来就是现在讲究就是卫生嘛，哈，用完之后我们可以用酒精很完整的把它消毒好。那消毒好以后，你这个表面也不会有变质的情形。另外它也防水。那一颗这样子的舍灯里面的内建电池呢，可以连续开灯2个小时的电量，这样子的久。那它也很容易充电，就是说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孔洞，它也很容易就是放在我们的 USB 的孔洞去充电。目前大概它的设计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叫它就是 Paddy Light， 这上面的一个英文名字，主要是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一个灯。那它的特点就是一个轻巧方便，而且是安全的。那再来就是说，医师或者是护理师在携带方面非常的方便，只要放到口袋里面就好了，也不要去推一个大型的灯具来使用。那目前它是有台湾跟中国大陆的专利，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全世界人都可以，全世界的医疗人员都可以享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发明，可是又很容易用在临床当中。那尤其是早产儿呢，小手术其实很难打血管的，这个在临床的应用也是非常的方便，这样子。医师呢，除了悬壶济世之外呢，还是非常热忱的发明家。所以呢，他针对这个婴幼儿，其实在打针的时候非常不容易找到合适的血管，所以他就发明了这个艾尔登，而且非常轻巧可爱。所以我忍不住一定要邀请他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从这个创意跟在医疗上的应用，然后怎么样做出发明，而且申请的商标。那在这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困难，然后也有很多的实务上的实践，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flow 交给这个李医师，请他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艾尔登的专利，那另外还有艾尔登的商标的设计理念，另外呢，艾尔登在中国也申请了专利，也请您讲一下说您对未来这个艾尔登在国际上的发展。那我们也希望说呢，听众如果有机会呢，就可以来参与投资这个爱信科技，那这也是一件台湾之光。刚刚李医师帮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佩蒂拉艾尔登的一个介绍。那其实我发现李医师真的非常的谦虚，这不是一个小小的发明，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发明。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艾尔登的操作呢，其实它握在手里面以后呢，它这个光线其实透到手臂的背后，所以它可以照亮整个手掌。那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的神奇。所以我想请李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是怎么样会做这样一个创意，跟如何运用这些光源跟这些重要重点。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小朋友的手很小，尤其是新生儿或者是早产儿，他的手非常的小，加上血管非常的细，我们需要有一个仪器可以让我们一手可以掌握，可以掌握在这个手里面，又可以同时把小朋友的手固定得很好。那这个仪器呢，因为它的体积很小，那加上就是说它的透光力也够强，那还有就是它不会伤害到小朋友的皮肤，不会过热，
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其实是很适合在我们临床的应用当中，尤其是在找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比如说早产儿啦，或者是新生儿的血管，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它够小，又可以同时 hold 住小朋友的一个小手掌或者是想要打的部位，这样子我们就不用有太多的余力去要固定，就是比如说大型仪器的方向啊，然后调整它的方位啊，这样。但是这样子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轻巧，而且就是方便安全。那再加上就是我们临床也可以很好可以使用一些消毒剂，比如说酒精，可以很好清洁它，那又不会有漏电的疑虑，这样子。我们非常谢谢李医师今天非常精彩的一个介绍，我们也希望后续再邀请李医师回来帮我们介绍更多有意义的发明。那我们也希望全世界的投资人如果有兴趣呢，就尽快来投资这个艾尔登，因为其实有用而且真的帮助人类的创意真的不是很多，但是如果它能够被发扬光大到全世界，其实对人类社会是很大的一个福祉。那么也谢谢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个莅临，那我们谢谢李医师。除了跟李倩云医师探讨有关于在他的这个创新发明之外呢，我跟李倩云医师这边呢，针对我们这一次人工智能、大数据、化学制裁竞赛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的paper 的研究。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去年的这个协会的年刊里面呢，发展了一个小儿科的一个专刊。然后在这个专刊里面，我们探讨了几个非常有意义的主题哦，就是小朋友常常有的疾病。那比如说 tuberculosis 脑肺结核、 Kawasaki disease， 还有norovirus acute gastroenteritis， 那还有 COVID-19， 还有 AIDS。那肺结核呢，其实是台湾很常流行的一个疾病，虽然新闻媒体不是很常报道。那 Kawasaki disease 是小朋友常见的疾病，另外有就是轮状病毒引起的这个肠道炎。那当然 COVID-19 是过去这三年最热的一个议题哦，有关于，然后艾滋病也一直是在这个青少年里面呢越来越常被关注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针对它的这个专利全球布局就做了一些的这个探讨。那我们以我们第一篇的这个tuberculosis 来看哦，那 tuberculosis is an infection disease caused by a mycobacterial tuberculosis bacteria。 那常发现的呢，就是它会发烧啊、咳嗽啊，然后它可能血液有一些 mucosis， 那有时候晚上会冒汗，然后体重会丧失。那么呢，它其实大概有 1% 的这个人口呢其实都会感染这样子的一个疾病。那大概在这个 10% 呢会变成比较严重。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不治疗大概有 50% 的这个致死率。那我们就我们这个这一次呢，我们要求参赛者所使用的这个软体呢，我们就做了一些的大数据的探讨。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 tuberculosis 的这个全球专利的申请，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所以一年大概都有2000多件的这个专利在申请。那么你会看到说2021-2022呢好像比较低一点，那么比较低一点是因为专利有18个月的公开期，这个18个月以后才会公开。所以如果2021-2022这边呢还要加上一些数据，因为这是我们在2022发表的 paper 哦。那另外呢 issue， 当然在我们2020年8月做这个 paper 的时候还有4个月嘛，所以呢其实还有一些专利没公布，但是其实它还是一个稳定上升的一个趋势。然后另外呢我们再看看说有关于这个在这个 tuberculosis， 就是在肺结核这个领域的这个专利授权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它不是非常大量，但是它在这个2013跟这个2019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量。我觉得这个2019这个部分可能跟大家当初 COVID-19 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有一点点担心是不是有一些的症状啊，有些的药品呢可以拿来使用有一点关联，所以它在授权跟质押的方式呢都是在这个2019这个时候呢开始有一个高峰。那另外就是专利的移转在2019也是有这个高峰哈，所以我们其实从这个大 AI 大数据它可以帮我们很快及时从全球抓到相关的智慧产权的数据。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哦，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有关于这个肺结核的这个专利申请最多的就是在中国
大概有13,296件，占26.6%，在美国大概有8,220件，占16.48%。那比较好价值的这个专利呢，会申请 WIPO，就是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那大概有6,877件，占13.79%。那在欧洲专利局呢，有5,510件，那这也是在欧洲比较好的专，就是大家觉得这也是一个市场，所以才会在这里申请。那有11.05%，再就是日本4,284件，8.59%。那 Australia 其实也是医药比较发达的国家，3.198%，然后3,198件，那6.41%。那加拿大呢是3,058件，6.13%。Korea 2,077件，4.16%。India 1.936，3.88%。Russian 1.426，2.86%。所以你可以看到，比较寒带的国家，还有比较医药发达的国家，专利就会往这个地方来申请。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还有一个叫法律状态，我们有要求同学来做这个检索嘛。然后法律状态这个部分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哎，所谓的 pending 就是说他专利申请了，但是还没有核准。好，所以大概有4,976件，占9.13%。Exam 在审查当中的有3,406件，占6.25%。Active 7,740件，14.20%。Abandon 19.458%，35.7%。然后 Revoke 代表有参与诉讼，就是有这专利可能很值钱，那很多人会想去撤销你的专利，他才能做啊，占0.65%。Expire 从以前到现在这20年当中过期的2,126件，3.9%。那Postground Publication 就是18个月后公开才核准的专利是12,349件，占22.66%。Reissue 就是有人去挑战你的专利，但是你可能经过修改，或者是你在答辩当中完整的保存你的专利，或者是修改调整过你的专利以后重新去领证，有4件，占0.01%。那 PCT and National Face 4,418件，就是经过这个国际专利合作协定申请的专利，达到最后国家阶段的有8.11%。好，那另外呢，我们再说这个有关于专利的价值品质，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哦，就是在这个tuberculosis，我们说肺结核这个领域，因为其实肺结核在台湾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疾病哦。那在 Triple A class 的，就是顶级的专利有1,684件，占4.11%；AA 级的有2,299件，占5.62%；A 级4,106件，占10.03%；B 级有6,340件，占15.49%；C 级有13,751件，占33.59%。那D 级的专利有12,752件。好，那这是有关于占31.15%，这是品质的部分。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价值的部分呢？价值的部分，在这个 Triple A 级的有2,074件，占5.07%；AA 级的有2,863件，占6.99%；A 级的有6.012件，占14.60%；B 级的有8.093，占19.77%；C 级的有7.528，占18.39%；D 级的有14.362，占35.09%。那这是有关于这个价值的部分。那如果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价值品质？我们来看一下。到 C 级呢，在这个品质的部分，大概达到这个超，大概达到了70%，就是69.85左右。然后呢，这个在达到 C 级以上的呢，在 value 的部分呢，大概是65左右。所以这代表说呢，好品质的专利多于好价值的专利，所以在这个领域的专利呢，就还有努力的空间，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还值得可以来努力。那另外我们说呢，有关于在这里面呢，那专利曾经专利的最有名的这个前十大发明公司，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Janssen Pharmaceutical。好，然后另外有一些研究机构，好，有些大学，然后在这个授权的部分呢，授权的部分大部分是大学，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在质押的部分，就是专利质押呢，就跟我们另外一位在这个系列的讲者，先前的讲者甘海滨
教授他所说的，其实专利可以拿去质押，或专利可以拿去做证券化，都是比较新的一个财务操作。所以在肺结核这个领域呢，我们也看到专利也有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质押的这个行动。所以在这个医药领域里面呢，有关于肺结核的这个疾病的专利拿去质押，其实还蛮时兴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竞赛里面就是教导我们同学怎么样从这些的数据，然后呢，来对这个全球的这个专利布局做一些的探讨。那我们也教了大家如何从数据来做解释，然后写出简单的报告，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竞赛的目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往下还可以看一下说，诶，Kawasaki disease，那 Kawasaki disease 我们大概5岁左右的小朋友比较容易得到了哈，那这些统计数据我们就从一般的 paper 得到，我们说要做一点研究，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专利的申请的这个数量，然后这个专利的公开核准许可，然后公告的相关的数据，还有它的全球布局，还有有关于它的法律状态，然后一样的，我们也会截取它的价值跟品质的部分来做这个分析。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领域比较有名的就是诺华公司、Hoffmann La Roche，还有 Janssen，然后 Sanofi Novartis，然后 Merck，Bristol Myers Squibb、Weiss，Boehringer Ingelheim、Reg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然后，所以你会看到说，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就是专业的药厂做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专利申请，十大专利申请人，然后在这里面有关有没有授权，授权的部分显然就比刚刚的这个肺结核来的少一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有关于这个质押的数据，所以这是我们根据这个 Kawasaki disease，因为 Kawasaki disease 的整个 population 的数目也比肺结核要来的少一些。好，那我们说呢，我们在这个 paper 里面呢，我们这个专题里面还研究了其他3个主题，那么操作方式呢，其实都很类似。那我们取了很多的数据，那我们也希望从这些数据里面呢，能够给未来的研究者或者是在健保局他们在做很多的这个评估给付的时候，能够有一些的注意。那我们在最后呢，今天的这个讲座的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轮状病毒哈，轮状病毒会引起小孩子拉肚子 gastroenteritis。那么我们会看到，当然，你可以用 PCR 现在倒很熟，可以用 PCR 来诊断。然后呢，我们看到它的专利数量相对小很多，因为它小朋友比较多，所以一年大概就是几百件的申请。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公开核准的这个数量相对都少很多，因为它是小朋友比较会罹患的疾病，比起刚刚的肺结核啦，或者是 Kawasaki disease 又更低了一些。那么，但是这个图我会很希望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其实台湾在医药产业也生技产业也有非常大的贡献。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轮状病毒的时候呢，我们还非常荣幸的看到，主要的申请国家里面呢，还有包含台湾，虽然台湾是排名第10位，在前面的一样是美国、日本，那有申请 PCT 就是世界专利，然后 China 欧洲专利，Australia、Canada、Korea、India，那台湾其实在很多领域里面都做得非常棒，这也是我们非常可喜可贺，就是在国家的政策之下，我们的生技医药产业其实在某些特殊领域都有相当的贡献。好，那一样，我们看一下专利的这个法律状态。好，然后，所以我们看到呢，还是每年还是有几百件的申请了哈。然后，当然，它专利的数量显然比刚刚两个比较有名的疾病要少很多。然后，专利的价值品质，好，我们一样做了一些的分析。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重要的这个发明的公司呢，一样是药厂比较多。好，然后另外呢，我们就会看一下授权的状况。当然，还是不多，因为授权毕竟在医药产业，它比较强调的是它的 exclusivity，就是它的市场的独占性。那所以交互授权最流行实行的，其实就最有名的是在这次 COVID-19，如果不是他们药厂这一次全球大家协力互相的这个 cross licensing，然后让这一次的 COVID-19 的疫苗可以很快的就可以研发出来。所以其实医界的大联盟也在这一次的 COVID-19 的这个疫苗的发展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所以呢，我们也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 COVID-19 的数字哦，这是我们虽然是我们去年八月做的这个数字哦，那你会看到说，当然，有关 COVID-19，大家对于常识已经相关的相当的熟悉，所以我就不多多介绍，我们只看一下数据。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就是疫情发生以后才冲上来。所以疫情发生以后呢，你可以看到一年就有在2019年就有7000多件相关的专利，然后2021年有8000多件的专利的申请，然后那核准也非常的快，因为在这个时候，因为全球的一个紧急状态，所以它紧急的这个许可在2021就有1000多件相关的这个专利许可，这是非常快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也是个特殊的专利趋势。那授权就如我刚刚讲的，其实有用的几个技术，全球的药厂都交互授权，那当然也有转让，有人并购，这些都在不在话下。那么我们看到。因为起源，这次 COVID-19 的起源是来自于这个对岸，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专利最多7628件，占28.87%。那当然，因为这个专利必须医药的产业比较特别，它是全球的人都要使用，所以它在 PCT Worldwide Patent 这个部分申请的最多。然后，当然美国申请了很多，美国医药还是比较强的。然后欧洲也申请了不少，1000多。日本、印度、Austria。加拿大 Korea 很高兴，我们又看到台湾在 COVID-19 也做到了很大的贡献，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虽然我们在全球占第10名，但是其实，在我们这么小的一个人口数，然后跟这么小的一个领土里面呢，我们做到这样已经是全球前10，已经是非常的不错。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说这个法律状态，当然申请的专利非常多，我们看到就2019、2020、2021开始申请嘛，所以 pending 就是说申请当中的审查当中5000多件，很快有效的就已经核准到4000多件了，到2022，那么当然也很多放弃，因为如果你不能被很快就有效没效就验证出来了，那么也有一些的专利诉讼 revoke 有4件，然后 reissue 有2件，好，然后就是他成功的维护了他的专利，然后我们看一下 COVID-19 的这个价值品质，其实挺不错的，就是在医药水平上，我们看到西级以上的专利都占有70% 左右，然后在价值的部分呢，也占有大概62% 左右。这次做的在整体我们看做过几百个案例里面非常不错的一个领域，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 key player 重要的就是 Pfizer 辉瑞嘛，辉瑞Regent University，然后 Boehringer Ingelheim。百灵家 Emory University 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然后 美国国家申请了，为了国家的紧急危难，国家申请非常多的专利。好，那我们再最后看一下有关于这个质押也很多，因为这个疫苗新出来，然后需要可以拿专利去借钱，做临床实验啊、设厂啊、生产啊，所以质押在这个领域很特别的。专利数量不多，但是质押这些数量却呈现了很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哦。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次同学在这个竞赛里面，利用这个 Inquartic 的这个 Patent Claw 这个软体，能够学到很多的技能。那我们另外要非常感谢 Inquartic 公司呢，提供我们所有参赛同学这个参赛的使用账号。那多学一个新技能，那多一些职场的竞争力。那哎，人工智能、大数据不是只有在医药产业，其实在我们食衣住行、娱乐各个领域都已经有非常多的贡献了。所以非常非常谢谢大家，那大家今天的这个莅临哦。那么我们非常谢谢李倩瑜医师，除了在跟我们合作在专利布局里面的研究之外，也开发了这个右耳灯这么棒的一个PayLife 艾尔登的这个新创发明。那么我们也希望有很多。善心人士愿意来投资这么一个有意义的这个专利。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此一段落哦。那欢迎大家再继续，我们后面有好几个有关医药相关的这个讲座也会陆续的上线。那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那我们非常感谢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计划的补助，也感谢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的这个全力的帮忙，还有我们材料科技研究所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让我们把我们很多的研究跟很多的这个教学有趣的活动，然后可以跟全台湾的这个有兴趣的同学们分享。好，谢谢大家。